对于明年的工作动心呢，郑元畅坦言他的计划会放在公益事业上。至于电视剧方面，目前正在看剧本，计划要到明年呢才知道。在努力工作之余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，小宗又有何计划呢？历年的圣诞节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工作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圣诞节的记忆通常都留在学生时代，会学校有办那种大型的圣诞派对，大家就是会各自去准备了一些，每人带了一道菜，或者是带着一个点心，然后去，不是买现成的，就会去同学家继续玩这样子。